好啦，反正你们问你们也想不出什么，啊，交所给以观第一个众就是那个嘛。啊，被飞了，这么快，我开开台始了，我开台吧，了。好，助手八就点飞啦，了。建筑怎大么到赛你面了？了哎呦，怎么已经进去开了？始了，开始了。哇，莫名其妙开始了。为什么？可不可以重来啊？啊，因为人呢、啊，人，谁用的、啊？人卡到了吧？应该是人到齐，它自动会开。对啊，刚刚有说八个人哎、欸，他怎么算？他怎么排的啊？有一个人没踩那个金巧克力没踩啊？是我没踩、啊。我跟悟星都在这里啊。因为我刚刚飞过来哦，所以要飞回去吗？我要回来了啦，那要重来了，重来了，要先要重开一眼，好、哦，重开哦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能是不是？对啊，不能去踩啊，一进来要先去踩那个另一个颜色的，哪一个金色还是那个？你继续踩踩看，让你右边的数字是就是一千，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。OK， 刚刚有八个人踩了，八个人，没有玩的要踩钻石砖。就都先踩钻石装钻、啊，好了吗？这样他才不会被强制开始。好了，飞进去了。钻石砖，哇，嗯，哇，五喽，呆呆出转管哦，听不懂了。哎、欸，到底是踩哪一个钻、啊、石？钻石，钻石，钻石，钻石。You got it。开始啊！一千，今天有八个人吗？哎、欸，所以会有一个主持人，太棒了！好了、欸，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要开始了吗？来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今天是我们第二届 Building Game 的时间了。Building Game， 然后参加的成员就在我周遭附近，一样按 Tape 来介绍一下。巧克力，你已经不是最啊，你被踢掉了，为什么？啊爽啊！这个好像是登录伺服器的顺序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换掉了！哎呦，哎、欸，这个旧版很烂呢、欸。好了，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头像都没有。哦，从上往下。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 Again。嗨，好，下一个。哎，换、欸、我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欸、很快是不是？有很难得哎、欸。对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悟星，就这样。好，我是。建筑能力很好的纸片，呸！我们快一点啊！上一次有人说我们开场白太久了，所以我们这次快速带过好不好，哦，一下略过。嗯，这个哎，哈基嘞？大家好，我是哈基。嘿，哈基，你人呢？又跑去，你要不要去玩？还要四处玩啊？回来啊！你要当主持人了吗？就主持人了啦，就这么快？我在这边。哪里？你没看到我吗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终于出现了。那接下来巧克力好，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哟。下一位，下一个风破安，我是风破速度。好，不要丢牛皮了。最后一个是鬼鬼，嗨，我是鬼鬼。结束。好，今天就是我们以上八人参加，所以因为 Building Game 是七个人玩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抽一个人当主持人。欸、我们现在要怎么抽？悟星，我们要怎么抽？要用发射器吗？发射器里面放七块金色的，然后一个是钻石啊，所以要离开这里是不是？对，滚出这个地方，在里面放七个那个金砖，一个钻石砖啊。那个等一下，如果你这一场抽到主持人，那下一场你就无条件就可以玩，就哦，玩合理，超合理，合理，这是一个 C 八取七。你干脆丢个蜘蛛丝织也算了。我是觉得抽主持人的可以顺便去买个乐透啦。那个抽到粘土块就当主持人。粘土谁要先抽？谁要先抽？由上往下好了。抽，招神雪龙。哇哦，哇哦，黄木星。好，来换我了。铁砖，你啊。哎，我当主持人。太快了吧！太快了！我不用抽了，我不用抽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还是要抽一下。怎么作弊啊？摸一下。证明自己没作弊。回来了，哇！铁砖，那个主持人就记得这一场就等你 Q 了，好不好？那就现在最大。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悟星。啊，好吧，那就是第二届 Building Game，要盖什么东西啊？那、欸、我们的题目规则要不要说一下？元宵节哦，我们元宵节是不是要限定字数啊？听说要限定五个字嘛？对，五个字。那就是元宵节联想题啦，看你大家可以联想到元宵节什么东西。例如说，你元宵节的话，你可能会想到说，哎、欸，阿进吃汤圆之类的。阿进吃大饼。
哦，类似这样子的，好难哦。阿金与大饼，对，好，那我们悟星就踩，悟星不用踩，我们其他人去踩那个黄金，最喜欢踩黄金了。你一直踩，人家要怎么踩啦？第一，欠揍，开始喽，开始，哎呦，马上开始哦。哇，马上开始呢，哎，还没想好哎，没想好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好啦好啦，就这个啦，就这个啦，五个字的元宵节。元宵节，元宵节要做什么？我原本是有想到题目啦，只是当主持人就算了。你原本有想好了，偷偷跟我说一下，我来干。突然想不到题目。元宵节才刚过不久啊。嗯，最近不是有红吗？这个什么某某灯会的造型啊？哦，你还讲出来了？哦，那个太难了啦。不要啦！但它圆圆的，其实好像还蛮好盖的。我原本有其他题目，不过刚刚有人启发了我，所以我要出这个题。我现在完全没有想法，所以就把它放进前面那一个发射器。让我们思考一下好了，来，让我们想一下。五个字，我已经准备好。跟元宵节有关，观众帮忙一下啊！我要去查，我要去查关键字了，等等。你们不要用那个弄很难的，没有要用很难，我现在是脑袋空，好不好？如果我看到那个东西，我就会崩溃。交给观众了。对啊，这个哇，好难哦、喔啊！我现在也想不到，我也要 Google 一下。靠自己啊！我跟 Game 都好了，大家都在 Google 有没有？我怎么可以落于人后？太认真了，太逊了。元宵查 Google。元宵，这题目出的很好啊，五个字哎、欸。有一点字就有点麻烦，有趣嘛？对不对？那只盖后面三个字不好玩啊，多加前面两个字，这样才有趣嘛？三个是人名嘛？我要来取这个好像还蛮多的，火把、天灯、元宵、放风。哎，不要再讲了，你都念完。你这样子，等下我们一堆的人都重复了。等一下，刚才悟星讲什么？放风筝、风炮啦。好了哦，风炮啊！我刚刚弄掉了。天还什么炸邯郸野啊？哦，炸邯郸野哦。哦，这拿一堆 TNT 哎、欸。哦，好，我想到了。哦。哦，啊、就这个。扛住真好，呼呼得得。我来看一下哦，你们看到比较特别的题目？不会啊，我这题目很棒啊，很正常。不知道我到底打了什么奇怪的题目？元宵节这个，我觉得我相信一定会这样做的。哦，一定会，一定会这样子做。那种人一定会这样做，这个、那种一定很不正常。哦，我总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些不正常的事情。三分钟了，大家一起想三分钟了。哇，还逼我们，我要指这个。好了，太快了吧？好了。那、欸、想题目想三分钟、哦，太久了。简单的。然后盖又盖好几十分钟。反正不要是气球嘉年华就 OK 好吗？没有，这个题目很难吗？好了。我已经准备好要 Google 你们的题目，我觉得你们应该超人。我不相信有人盖得出来，真值天了，正我，天啊！扛金，这个一定跟大家都有关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弄个那个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剩我啦。那个我不相信有人盖得出来，这什么鬼题目？太过分了吧！是啦，是啦，什么东西啦？这白痴哦、喔！这是巧克力啦，开始啊！这什么啦？哦。好帅哦！啊，现在偷看秋风了。你们不要什么都怪在我身上吧？哇，是你哦！哇，那这个我要想一下，这好难盖哦。这东西看一下啊，难哦！我告诉你，我世界上没有看过这种东西的啊！好歹出题目出的是真的有的吧？这个太过分了，这个人要怎么盖啊？不。大家都陷入苦。你看我这样看下来，怎么大家的想法是不是都差不多？订阅，大家的想法都是灯笼类的吧？汤圆类、灯笼类。结果我的想法特别，是不是？这个太不一样，黄色的，太难了吧？对，用这种颜色。你觉得现在有几个是最特别的？
比较特别是我后面看到的两个，因为前面几个几乎都很像，都在吃，是不是？够人哦，那我就都知道大家都出一样的。哎呦，你们真是没创意！哪有九出很有创意啊？硬是要批评一下，创意过头变得奇怪啦。而且我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怎么画、欸，那个人哪一个人？科皮吗？欸、不是，这个不敢不敢。好啦，就这个就这样子了。赶快盖，赶快盖！啊，像我想要盖圆形的，天哪，这是强迫症。汤圆是什么颜色？白色嘛。啊，通常是白色了，也有紫米汤圆啊，也是有那种基本的那种芝麻汤圆、白色跟粉红色的那种小汤圆。你这样要知道你盖汤圆了，我们一定一堆汤圆，白痴！到时候全部都看起来，全部看过去都是白白一坨一坨的。卡住音，都差不多被你发现了，太好笑了。真的史上最难的、欸。我发现我每次都会干3D 耶、欸，为什么？3D 好啊，好啊。3D 立体投影。3D 是不是跟观众提醒一下，我们今天玩是 1.7.2 的版本？对，1.8 的会对上行流量身心造成负担。1.8 版本会对悟心的为什么盖那么歪啊？笔电造成身心上的大负担。对啊，网络都快爆炸了。那个身心灵严重的摧残。六，所以很可惜没有观察者模式可以用。哦，这个这都没有了，这里没有观察者哦。哦，那要喝隐形药水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OK 啊，也没关系吧。他在你旁边也没差、啊。他才不知道干嘛。想说突然间多一个人，偷偷看。哎、欸，那已经是正大光明的看了吧？是做错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做错了，做错了。白色一坨一坨的，这个是世界上最难的、欸、这个。好、哦。哎、欸，嗯，我想一下要怎么干哦。我发现我们每次一开始给的题目都难弄到爆炸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不管了，随便弄了。啊，有 view 有 view， 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我们到时候来猜猜看谁弄到纸片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很简单呐、啊，真的。你不会是什么气球嘉年华吧？不是啊，这样可以感受到、啊，這個、感觉超难感受到。太容易猜中了、啊，不行。那个真的是大洗脑，天哪！早知道不要在刚刚的时候讲。高飞，你猜得出来吗？我觉得好难哦。哎，哇，这个几个盖的 size 都很大哦。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啦，我们就是超大型的、啊。大型啊！不知不觉就过了4分钟啦。哇，这样子能盖多久？能盖多久？这个好像没有时间提醒哎、欸，所以你们要定个标准。没关系，我们有同台压力。同台压力，有人完成了就会开始嘴炮了。压力超大、啊。真的，这个颜色真的不明显，所以我要。Big sorry。嗯，不对啊，这个颜色我这样 OK 啦。我忘记我的题目了，忘记题目。那你怎么盖的？好了，盖好了，按按钮啦。哇，第一名哎、欸，赞！你盖的已经很烂。第一名啊！哎，你好可怜哦。没有，这巧克力的题目出的太好了，太好盖了。你又知道是我出的、哦？我觉得有机会啊。我出的都很正常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搞不好不是你哎、欸。你刚那样讲，我随便讲讲你就信了。哎、欸，阿基，你已经随便就信了。哦，你要不会被偷看到吗？哇、哦，这样子也可以猜野猪骑士哦，太夸张了、啊。还是这种东西啊？不，大概是因为那个吧，纸片等于野猪骑士。来看一下纸片盖什么？观众说什么？有一种好像是巧克力出的题目，就我盖出来的，很像巧克力出的。哦、啊，这个也不能够泄题啊！哦，保证，我也是保证猜不出来啊。这个后面可能是蛮好猜，可是前面的话可能这样，我觉得你说这坨吗？要真的假的？要够熟的人吧？哦，够熟的人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
他会联想到，这个东西也能联想到那个东西。这个颜色太一致了，我觉得会爆炸。天哪，要改掉！我觉得你好像有在那种歧视的意味哦。